有鉴于包括就拿宜兰而言，像大同、清水、三星，这个累积雨量都已经超过1000公里。那根据刚刚中央气象局的预报，这个包括台东24小时雨量会400到600，花莲会有350到500，那那个宜兰啊雨量也不小，所以刚刚指挥官陈部长提醒的土石流的问题，啊的确值得我们关切。特别是土石流的这个矿物累积雨量已经达到800甚至1000以上。如果持续在下几百毫米的地方，这的确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，我们需要去面对。所以这部分，请大家能够多多注意。台七线桥梁塌方的事情，那么也造成目前还有500个民众左右还是住在那里。那我们大概工程的建筑预计明天就可以打通。那这部分呢，今天晚上特别留意这些民众包括车辅助的一些安全的措施。那明天呢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如期能够把这个工程能够把它完成。只有19户民众因为这个电线杆坍塌，所以电然后下去。过去台电的经验，应该很快就可以修复这部分。也请台电能够注意。